少才够用？够吗？嗯，我自己会觉得可能要40000以上。你说如果在台北，对，就是可能还要再加租房的话，会希望理想在40000以上。然后不养猫不养狗，对，哇，所以就是只养自己要40000。对，那你目前有达标吗？现在还没，快了，快了，加油！感觉要45000，45000，感觉就是那有加房租吗？你觉得有加房租哦？可能加房租就要100000，感觉。现在吗？对，如果要去打工的话，我觉得一个月10000就够吧，应该一个月10000，交通加伙食。要存钱吗？要吧，要吧。所以10000块可以存多少啊？可能3000-4000就不错吧，有时候。哦，那不错哎，那等你们就是大学的时候就有一笔钱可以花了，就可以交，就是交女朋友吗？你可以找那种不用花钱的女朋友。不然讲那个。我住家里的话，应该1-2万就够了。1-2万，嗯，然后还可以存下来吗？对，还是存不了。钱可以存一点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那你呢？我不知道。差不多也是3-4万以上。3-4万，然后如果刚出社会，3万多应该还行。那你觉得这样存得到钱吗？赚不到，除非你住家里啊。台北一个月要赚多少？我觉得要看就看是住家里还是住外面吧。那也是台北人。对啊，我住新北，所以也是大家住家里。哦，那你就是一个月大概赚多少？那你觉得要多少存款才有安全感？就你现在？哇，我觉得如果就是以我现在的生活，我觉得至少10-20万吧。20万，至少、啊。你说以大学生来说20万？哦，可是如果我是因为有加上，就之前家里有帮忙存，但是如果是原本就是从零开始的话，感觉至少10万。嗯。想一下，多少钱才有安全感？现在可能至少。户头里要50万吧，50万。如果你手边有可以动用大概10几万的话，是还不错。现在吗？对。嗯，会觉得可能灵活运用的应该就是会5到10万左右。5到10万。对对对，但还是属于及时行乐类型的。那你及时行乐那个乐是什么？乐吗？你买衣服吗？或者是买香水？就是那个衣服会穿吗？会穿。你觉得预期以后30岁应该会存多少钱？30岁后会存多少钱？30上下。30上下，你觉得30上下这年纪大概也要有一定的收入，所以希望能存到第一桶金啊。我已经30。哦，真的吗？你看起来很年轻。嗯，对。那好吧，那40岁。哎，你就当做。好，当做你现在26。对对对。那你未来30岁，你觉得会存到多少钱？嗯，我希望年收100万吧。100万，讲个夸张一点。存款吗？可能快100，可是还没100。快100，为什么大家都说100这数字啊？因为那个吧，就是第一桶金的那个标准。可是10年前100，现在不是通膨吗？哦，你不要再讲了，好不好？太经历了，要哭了。然后我想想看，存个5万应该可以吧？5万，哇，就是因为过年压岁钱都不会花，然后就也没在用，然后就丢在户头里面，应该就会有。好，那压岁钱一年都可以收到多少？一年大概10000多吧，可是就会被父母 A 走。每个月花最多的支出是在什么项目上面？好，应该是娱乐吧。娱乐是哪方面的娱乐？就是出去玩会吃东西、买衣服之类的。衣服，我也是衣服。吃饭吗？吃。交通吧。那你会吃什么样？会吃很好吗？不会啊，都是学校的。学校的自助餐，学校合作社，学校那个合作社不是传说中，就是好吃吗？你觉得？成功的不错啊，我觉得成功的。我觉得高中的都还不错啊。
相对于国中啊。那合作社是姐姐还是阿姨？阿姨。阿姨也不错，阿姨都会帮你们加料哎、欸。不会，是不会吗？阿姨很凶。你要叫姐姐，你要说姐姐，我要那个，然后她就说好，我给你两罐，这样。休息啊。每个月花最多钱可能就是衣服跟鞋子之类的。大概花多少？大概会花多少？数不清。五六千左右吧。五六千而已嘛。稍微要减少一点钱。保险买过最贵多少？没有很贵啊，就一万五左右。哇，还好。每个月花最多是在哪个部分啊？是吃东西。吃东西，对，会就是吃贵的东西吗？大概一餐会多少？一餐吗？应该说可能一个礼拜会吃大概一到两次。吃到，不是吃到饱，就是可能是比较好一点的，可能简餐店或下午茶店。我是做新闻编辑，就是写网搜议题这样。哦、对，那你们写过最特别的新闻？最特别吗？哦，我觉得好笑的是，我之前写过一个是中山大学那边，不是有很多台湾猕猴吗？猴子，对对对，然后有猴子在就是学生的机车上面打手枪。吃掉了。冲动购物的人，我还好。那个皮夹，但是我是，如果当下想买，我就会直接买。我觉得以前是，但是就是现在不是，因为就是脑波肉，如果真的买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，其实你回家之后看到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花那个钱。那你觉得你们之中有人自认为脑波超弱吗？冲动购物。冲动购物。我没有，他又花钱去买鞋垫，4.5公分，对，他的鞋垫，我觉得4.5公分的还可以用，但是呢，那个，那今天有穿吗？我今天没有穿，因为脚有点受伤。我脚有点受伤，然后我觉得最没用就是那个1公分的鞋垫，1公分的鞋垫，所以他们很贵吗？我觉得偏贵，它快500。但是很舒服啊。哦，那你穿鞋垫是因为会比较没有，因为真的值得啊。没有，是因为表演就是可以增高一点点。哦、对 ，OK， 好，看起来不会凹一个洞。有 feel 啊！哦来了！来了！几百几千块怎么凑哦？跟家人挡一下，嗯，走进去兄弟姐妹房间说，哎、欸，那个下个月还你。然后会借吗？会啦，大部分都会啦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就跟别人借啊，对啊。变卖我手上有我没那么喜欢的东西。对，跟家里塞那一下，没有，就是家里总应该只有几千而已，感觉好像可以。就是家里会帮忙，但如果几万应该不行。那如果几万呢？好、哦、几万，那就打工打到死了。可是它限量的哦，你哦限量的哦，那就算了，人还是要生活。我给你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抽不出来吧？除非我去做一些，做一些。不出大处，出大不好处。刷碟，来跳舞，有在抖哦，哇！嗨，今天的穷生街坊就到这里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订阅。如果想看我们做什么主题，都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你的意见。穷生街坊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